日前有一个网民分享，话屋企湿气高到，就连开收湿机都冇用，甚至棉被同埋啲衫都有潮湿嘅感觉。唯有发文问下大家有冇收湿机推介。贴文一出，好多网民除咗推荐好用嘅收湿机之外，亦都有内行人建议楼主先用暖气将湿温提高，同时开启收湿机，因为热空气容许的含水量会比较高，这样收湿的效果会更加明显。除此之外，也都有人提醒用收湿机的时候一定要关闭门窗，避免湿气进入室内，